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苗栗县五位民进党县议员参选人筹组苗栗新政县，由现任议员徐小金、前议员陈春暖两位学姐带领三位幕僚学弟翁杰、邱玉兴以及头份世代陈诗璇联合来登记，誓言要打造苗栗新的山海县。民进党苗栗县党部三月二十二号至二十六号受理乡镇市长、县议员拟参选人领表及登记，由徐小金、陈春暖两位学姐领军的苗栗新政县，其中现任议员徐小金寻求连任，前议员陈春暖卷土重来，现任头份世代陈诗贤转战议员跑道。另外两位成员翁杰、邱玉兴虽是政治素人，但也有丰富的幕僚经验。那今天会组成说苗栗新政县，是我们想为苗栗带来不一样的气象。那当然，因为我们这五位里面其实就包含山县跟海县，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口号，就是要打造一下山海县。比如说我就是现任的议员嘛，那里面我们还有就是说陈思璇，他是头份那边的现任的代表，那他现在就是说要扩大他的服务选区。那我们还有我们的春兰姐啊，他就是之前的议员，那他当然也是服务非常棒。其他两位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当了幕僚也是十几年的那种服务的基层啊，经验也非常丰富。面对这次参选大爆炸的情况，各选区不论是否需要办理党内初选民调，都会将出现机会交给选民决定。我们邀请了现任议员徐小金以及我们的前任议员陈春暖议员来母鸡带小鸡，带着我们三位新生代的年轻人，也是政治幕僚，我们都大家都有十多年的政治幕僚经验，那一起为苗栗这个地方带来新的气象。那大家就像是一颗种子，我们种在苗栗这块土地，希望说可以为苗栗付出成长来茁壮。我相信这个是民主的社会啦，就是说你只要有意愿，人人都可以为地方来付出，来投入公共事务领域，那我相信说最后选民一定会选出最优质的民意代表来服务地方，来为民喉舌。苗栗新政县五位参选人，徐小金登记第一选区，翁杰登记第三选区，绰号下巴的邱玉兴登记第四选区，陈诗贤登记第五选区，而陈春暖则登记第六选区，期待此次能够以母鸡带小鸡的力量争取进入议会，打造苗栗新的山海县。